这就是那个楼。这是地铁站。哎呀，这面就是属于波兰的这个最中心了。游客很多，这边的话总体来说消费很低啊，基本上比中国的这个一线城市还要低，基本上是二线城市这个水平。然后呢，环境肯定要比二线城市好，因为它这边没有什么污染，然后小偷小摸的也不太多，城市也很新。因为这个波兰呢，在二战当中被战火给焚毁了嘛，德国和苏联夹击它，所以都是重建的。这边有一些卖百事可乐的小摊儿，挺有意思的。哎呀，这就是这边就是唯一的地标性建筑哈，波兰的地标性建筑。